彰县圣母医院健康会馆每周六都有推出农夫市集，有不少健康蔬果贩卖，都希望民众可以多一些健康饮食，平衡一下。我想圣母医院这几年在推广有机跟健康的这个饮食哈，真的有非常好的成效。那么每个礼拜三在他们建农的这个农庄，每个礼拜六在圣母院这个地方啊，他们都会邀请台农的一些农民哦，把他们这个无毒的蔬菜啊，自己种植的蔬菜拿到这边来摆啊，然后把这个空间提供出来，让他们来卖给民众哈。那渐渐的已经成为一个市集。现代人三餐老是在外，难免无法平衡健康饮食。若在自己烹调美食的时候，能够多加一些健康蔬果，相信都可以减少病症的产生。东泰宣布方阿玲的采访报道。